来，我们马不停蹄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，组合知识 battle 开始。来吧。要抢答吗？要抢答，你可以先起一个你自己的名字。我叫热烈。我叫祝贺。好。OK， 他肯定没有你厉害，所以给他找个帮手。你只有三次机会。然后我们开始了哈，第一个题型是：以下手势是哪个团的标志手势？热烈，你答，我不让你答。硬糖少女303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送分题。Beast。热烈 ，Wings。你答 ，Winner， 我也是。啊！好，用了一次机会了哈。以下是哪个组合的演唱会现场？热烈 ，TVXQ。对，真的吗？东方神起。哦，天哪，我就啊 ，Sorry。我们到了下一个环节，猜这个团是哪个团？现在一位正在，这是非常有名的演员。哦，我知道，井柏然老师那个团吗？波波的，热烈 M4M。最后当你离开我。罗云熙老师。啊。热烈，那个 JL。我的天哪！不管是国内多么小众的团体的粉丝，都有你一个。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只知道有他们。热烈 MIC。哇，这个是我知道。下一个环节是听前奏猜歌，两分一题，好吧？亲友团，热烈，啊，给你猜吧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一下子蒙住，那下子蒙住。So Y O U W I L L B E L I。哦，一图啊，一图啊。热烈，热烈 ，Coco Pop。哦，对。啊，你给你猜，给你猜。发短信，我发短信一下。知道了。好，你三次机会用完了啊，这还不止。祝贺，那个月亮之上，这个不是月亮之上，自由飞翔，这还不止。其实还有一个，这个我知道，热烈，Unique Fall in Love。天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